吃草莓只有一个坏处，长胖，不会吸素。哎，我钱呢？草莓被誉为水果皇后，它除了高颜值，维生素 C 的含量还是苹果葡萄的七至十倍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它的魅力吸引。哇哦，斯库伊牛逼！但这位水果界顶流也有因为谣言烦恼的时候，紧急过关降热搜。事实真的如此吗？草莓可是名副其实的低卡低糖水果，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一斤草莓的热量才等于一碗米饭，就连酸到掉牙的山楂糖分都是草莓的四倍，它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让肠道蠕动臭臭通畅啊，舒服。草莓不仅热量低，还能满足你想吃甜食的需求，草莓勇敢飞，美粉涌向嘴，而且还有很多美味绝伦的吃法。每当炎炎夏日来临，谁不想吃一杯没有负担的草莓奶昔呢？草莓数个，酸奶一瓶，放入破壁机里隔了隔了，一杯制作简易的草莓奶昔就做好了，除了加酸奶也可以替换成牛奶哟。